不论粗细，装叉不论岁数，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。Hello， 我是你的教练杨大神啊。我们的学院已经大概营业了三个月了，已经来了大概有100多位学员了吧。今天就把一个学员来到这边来做技术测试的全过程展现给你。拍视频是所有的学员都必须得做的，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更直观的看出问题，帮大家更好的去制定训练计划。啊，我们来吧。当然啊，如果说你不来学球，其实也可以来，让我来免费帮你做个测试。交朋友也很重要，对吧？专业一点，像奥运会决赛一样。打高球，打高球。好，可以来杀球啊！哎呦，可以啊！卡球，吊球。很好，来抽挡。啊，可以来封网，往前站。好，很好，来坐网前，两边的上网放网，哎，放网的小球，好吧，好，来开始。好，够了，两边挑球。好，够了，拍完了，对吧？就是一些基本技术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就要上去把这个放在投影上，和学员一起看一下他的什么问题，以及跟他聊一聊他想提高什么。因为每个人的学员想提高的问题他不一样，有的比如说就想练杀球，对吧？有的人说啊想练基本功，有的人说又要练双打技术，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，所以要根据每个人的诉求去跟他安排训练计划，这就是学院的一个教学方针。然后各位球友们，其实你们也可以经常就说把自己打球视频拍下来，然后自己研究一下。如果你自己研究不了，你就私信发给我，我帮你研究，这些都是免费的啊。当然你能够来这边一趟更好啊，在武汉光谷东的这个位置。